对呀、啊，而且从去年组织到现在，这个时候我们应该重新再跟大家说一次，新年快乐！让我们给一个自己热烈的掌声欢迎2008。耶！2008第一个时间跟大家在一起，开心，开不开心？好，刚刚有没有许愿？没有。好，许什么愿？爱情的举手。举手。好，不管大家许什么愿，我们真的希望，衷心的希望，从这一刻开始，台湾的每一个人都过得更幸福、更美满，好不好？